长。然后我们讲完长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大中华的外圈。什么东西？地狗是地狗是巨龙。要做人身攻击啦！没有，是第一个是说狗哎。啊？接下来讲完长度，我们讲面积，面积好不好量？不好，面积不好量，为什么面积不好量？什么？面积到？等一下，表面积到面积吗？表面积面积啊。那不好量。有刻度的水，然后倒什么？把东西丢进去，然后那有刻度的水。那是面积还是体积？什么是面积？表面积啊，可是你这样丢进去，它涨上来，我们看到水的高度变增加的感觉，那是底下的面积。那是体积啊。面积指的就是说，好像这本书，它有几个面？六个面，多个啊、哦！简单来讲，如果把它压平一点的话，几个面？几个面？六个。六个面，对不对？上下前后左右六个面。所以量它总表面积怎么量？怎么量？跟面的面积加起来。把六个面的面积加起来，啊，面积怎么量？就用这正面的面积怎么量？长乘宽啊。长乘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呢？它是长方形的。它是。对，它长方形的。对，它是方形的，对不对？四边形，这四边形不一样的。四边形不一定。对啊，这样的四边形你可以量吗？哦。可以。哎，可恶。可以可以可恶。这样四边形可以量平吗？可以啊。这是梯形吗？这不见得是梯形哦。这是梯形。这不见得是梯形哦。好，问一个问题。啊，梯形的定义。像，哎，梯形的定义什么？不知道。忘记了。梯形的定义是这边的。简单来讲，这边跟这边平行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这两个是平行啊。请问你怎么量平行？这个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用尺。用尺怎么量？量角度。水平尺。水平尺。什么水平尺？怎么量平行？平行这件事怎么量？90度的那个。OK， 我先去这边画一条垂直线90度，我在聊这边角度是90度嘛，哈，简单来讲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你要画了一只？好，这是一个任意四边形，你要量怎么量面积？聪明的你们怎么量？底层高底在哪里？底上底加下。他就跟你讲不是梯形，不是梯形 ，no 梯形 ，no 梯形。上下就把就哎，不是就写个梯就好了。两个三角形。OK， 怎么做？白切一半。切一半。啊，切一半，切一半。不能不切一半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？切一半，然后嘞？算长度。算长度。算边长对不对？我把这边长度、这边长度、这边长度量起来，就能得到面积了。再算一下就可以得到面积。怎么算一下？底两把两个的任意底可以。我把这边长度、这边长度、这边长度，所以要找高度嘛？高度怎么量？用九度。好，我量出一个，这就是高度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这边。我就知道这是高度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高度就可以量面积嘛，三角形面积，对不对？知道面积了，所以四边形上面。耶。那么说，如果呢？你很笨，我不会。面积怎么量？不会，面积先让它流下去。这是一体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一体，这是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面积。不规则形状。粘土。粘土，那先把它压在那个方形。把它切一切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有一张纸撕成这样子之后，问你们这面积多少？不会。有一张纸撕。有一张纸慢慢撕。对，撕出这样的面积，撕出这样的形状。我知道。怎么量？慢慢切。没有做出这样子，啊，红红的。
我就是把圆形最好，圆形就讲好。切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，拿方格纸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对不对？电脑吗？我先，事实上现在大部分电脑来帮忙，但你家会不会知道？我先把切成一小格一小格，都开始算嘛，一个瓷砖、两个瓷砖、三个瓷砖、四个瓷砖，开始算。然后这个大瓷砖、小瓷砖开始再加统一下，边边加一下，就搞定了。这当然是用人去慢慢算，那人也可以慢慢算，但简单来讲就这样做哦，不好算的呀。圆形不就这样算？对，那如果是圆形怎么算？圆形算什么？其实呢，你们现在没有学到一些数学知识，只要算出圆周率就可以了。你们现在没有学到一些数学的基础，在你们学微积分之后，刚刚那样算是不会太难的，都很简单的。这微积分就很快就算了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。你要先知道，我们现在学就是一个学个概念，概念知道了就好。好，那圆怎么算？切，有个人说把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然后量直径，然后量直径，然后嘞？半径，量半径。半径再乘以它，然后嘞？这样就好了。半径的平方乘派。对。OK， 怎么来的？切很小，一讲密很密的时候，是不是三角形？不是，不像三角形，它是扇形。对，扇形，但是很小很小很小，那个都是几乎三角形。然后把它摊开，干嘛？从这边摊开。摊开。干嘛？从这边摊开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一个三角形，两个三角形，三个三角形，这很多三角形。对。这很多三角形。对。好，请问这个三角形的高度多少？不知道。是的。半径。半径吗？这三角形的长度多少？六。长度多少？圆周。圆周多少？不知道。半径乘半直径。直径。半径乘二乘以派。二派 r 嘛，二 r 派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直径，对不对？三角形面积怎么算？你看每个三角形都这样子。对吗？乘起来就好。这是三角形面积怎么算？是底乘高除以二，对，二派 r 乘 r 除以二，二二约掉等于什么？是 r 平方派。啊，错了，听不懂哪里听不懂？你讲太快了，我讲太快了，我们讲慢一点。这个高度是 r， 对，底的长度是二派 r。这样，它可是三角形面积它除以二，它除以二，三角形的面积它除以二，对，要除以二嘛，对，底边长高度相乘除以二，就三角形面积，所以总面积就是这样子，它这个二先跟二约掉了嘛，好 ，r 跟 r 乘是不是变 r 平方，再加那个派是乘那个派，是不是 r 平方派，所以圆形的面积就出来了，嗯。对，圆形面积这样来的，知道吗？也是这样切出来的啊。那我现在吃啥？很麻烦啊。对，这样，其实也不会麻烦。你知道这个圆形吗？圆周率怎么来的？圆周率是。怎么切？圆周率不用切，圆周率是一个圆的直径跟它圆的周长跟它直径的比值，懂意思吗？为什么会有不循环的无限条？因为它就是。它是个自然现象，它是个自然现象。一个圆的周长除上它的直径的比值，得到这个圆周率嘛，它这个就是一个现象。OK。因为有其他的是不循环的。有啊，还有像自然对数一也是那个一。好啦，所以我们现在量一个无限的面积，有没有办法量？无限的面积。
近都聊半径。好，刚刚已经讲过量直径了嘛？直径除以直径除以这半径，对不对？这半径会量，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胶囊面积怎么量？大脚掌。我不画一个脚，我就是让大家想想，胶囊怎么量？胶囊的面积怎么量？胶囊知道的。面积耶。我知道了，一样，合起来，然后面积的超级量。什么样合起来面积？就是跟那个一个底，然后底到这里，然后再合起来，然后不要动，然后又合起来。好了，这是今天好了，先把它填死。这是今天的题目，回去好好想看脚掌的面积怎么量，明天告诉我，想想看好不好？想想看，我们有各种的可能性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手掌一个壶的面积，简单的讲，不要讲什么壶，我们水生池的面积怎么量？上面那层水表面积怎么量？说，变毛娃了吗？再讲一遍，变毛娃了，怎么忘？就是只要让它高度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高度就好了，然后就量水的那个啊体积啊，有多少水啊，然后把它呢 ？OK OK， 这是一个好方法，非常好，第一个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哦，好方法。有听懂意思吗？这是一个水塘上面的表面积我不知道，那第一个的说法是说，我只要知道说就我就是抓一公分的高度，我现在已经知道它深度了，对不对？假设深度是60公分。我就开始往水挖挖挖，挖到它变成59公分，我是挖一公分的高度起来。那我知道它体积嘛，我已经知道它体积了，因为挖出来的我就装那个容器里面，就是它体积，对不对？我把它体积除以一，因为它是高度一公分，我会跟它总表面积啊。对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很聪明，非常好。非常棒。对，非常好。类似这样做没有错哈，但是有时候我们难是难在哪里？难在这个深度比较难量。哦，是不是深度比较难量？那就没科。那以前有科学家他最简单的做法。我知道。说。量太平洋的。不是的。他怎么做？他去量一滴油的体积，一滴油的重量啊，比如一滴油的体积，一滴油已经知道了。他把那滴油滴到水面上，那油会散开变成面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知道一滴油可以滴到多大的面积。对不对？他就开始在这里水面上开始滴滴滴油，两滴油，三滴油，四滴油。滴油做一圈一圈的这样。当你滴在一圈就往外扩张，你滴在同一个圆圈中间就往外扩张，滴到这个圆圈跟旁边一样大的时候呢，它是算上滴几滴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它只要滴了1000滴，那每一滴它的滴滴呢，它可以扩张的面积，假设因为一滴一开始是圆形的嘛，圆形它有量面积啊。那低的高度也有差吧？那你可以靠近一点的。对啊，你可以尽量避免让温度差嘛，靠近一点就可以。我就可以知道一滴油的面积多少，对不对？这是可以知道。那两滴像1滴一样，假设你滴了3900滴，那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面积有多少，知不知道？你可以用不会污染的油。其实有个东西不用用油，用什么？用痱子粉也可以。啊？痱子粉，你撒痱子粉，撒了之后也会散开成面积啊。哦，痱子粉。哎，痱子粉。开始。怎么去量一个牛肉山的面积？牛肉山没面积。面数吗？压力。面积就是土地面积。高度啦。它土挖起来一层。可能吗？可能。叫别人去量，别人怎么量？啊？那你有方法？你都没有方法，他怎么有方法？方法是什么？方法是。你用的面积哦。手。我走走看，然后就可以。走走看就可以量。为什么量三个面积很重要？因为要知道不知道。因为要知道程度，对，那叫程度。因为要知道。程度比较好量嘛，你刚刚的解释程度比较好。因为要画地图。其实地图也还好，实际上要知道一个事情，说假设这个地方的面积
会跟食物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面积越大，就是植物可以长越多，植物长越多，就是对水土保持越好。对，你看我下多大的雨，我的水是不是可以被吸多少？我就可能会造成底下下游会不会有淹水？下到什么程度的雨之后，底下淹水就不要那么知道了。所以假设这面积很小，我是下一点点雨就淹水了嘛？如果这面积很大，树很多，我就可以确保说，哎，雨下大一点，我下面不会淹水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这是有相关性的，所以我面积也可以量，要量。要怎么量呢？慢慢量，怎么量？慢慢量，怎么量？啊，实际上这量很不准，这量本来就很不准，都是用预估的。所以现在比较好的做法是用卫星定位，它可以定出那个曲面，定出曲面。啊，我们量出等高线的，对不对？曲面定出来，那就可以去估计每个这个大概距离面积多少，每个这个地方面积多少，我这样用估计出来的。啊，这是用都是用估计，因为我们知道空间中三个点。假设这两个点加这个点，就会形成面积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形成？这两个点加上这个点，就会形成面积。可以。好，任何空间中三个点都会形成面积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每个点的位置都定出来之后，就可以形成很多面积了。那这电脑可以算，可以把面积都算出来，就这样。好。最后一个头发。知道。知道。好，体积怎么量？这本书的体积怎么量？长乘高乘高，宽啊，宽乘高，长乘长都没差啊，长宽高相乘。好，简单来讲就是底面积乘以高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体积是很快。所以假设说，我现在有的东西是长这样子。哟，花生，哈哈，花生，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立体型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虽然画的不是很好，但是花生还不错啊。哦，好看的。像这体积怎么量？丢到水里。丢水里。不要丢到水里面的。不要丢到水里面就好。丢到水里面。丢到水里面。所以我把这东西丢到水里的时候，就知道它体积大小。要先把它，先把水弄满，然后猜出来多少水。我丢到水的时候，溢出来的水，你可以量它体积。两克就好了。你可以把水收集起来吗？两克度。所以你要有足够大的量口嘛。对。对，那假设这东西的长度、宽度是2公尺，那是这个东西会吸水。你要怎么量？啊，对，如果这东西吸水，怎么量？它会吸水啊！它会吸，啊，这样很困难啊。但是我们可以，我们就像看那个几何图形，假设这是一个圆柱形的概念，我怎么去量它体积？你知道吸水不是学一样吗？数学学的，我这个体积怎么量？吸水。吸水和。你先不管吸水，体积怎么量？丢到水里面。不丢到水里面怎么量？就用几何来讲话怎么量？先算出表面。不是啊，我说先算出底面积。底面积嘛，底面积先算，我把这底面积算出来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底面积算出来之后，然后嘞？成长高。成长高。形状很难算啊。它本质上可以模糊。我没有问你怎么算啊，但是你可以量出底面，这个面积嘛。嗯。这面积有方法可以量啊，就跟我刚才你量脚掌的面积，要回去想想一样。两个圆。其实这个怎么量？我举个简单例子。就是说面积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，这张纸，你拿一张 A4 的纸 ，A4 的纸，你可以量它的重量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哈，重吗？就重量，对，重量可以量啊。有点难。为什么？因为要靠很高级的仪器。不用，拿我们的电车。会有风吗？没有错，假设拿100张纸，像这个体积又再除100，就是可以照每张纸体积。对。很重要的，重量就知道了吧？哈。好，我
把这东西放到上面去，画这个形状，这样子，然后把旁边剪掉，我再重新称一下这个面积的重量，我可以知道这个面积了，知道，可不可以？这样够不够简单？这已经对应了嘛？那我刚刚明明就快想到，明明就快想到，就没有想到，好可惜啊！啊、哦，你可以直接用重量转换面积的，我是用重量转换面积的，就可以转换出来了。所以我这个面积可以算，可以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我这张纸，假设称出来是20克，对，我先撕一小块，那这张纸这小块这样称一下是2克，那这张纸是多少面积？跟原来面积比较是多少？就十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那面积就可以算。我就到底懂了哈？我没有，画黑白。我假设这张纸，我称出来，这张纸完整的纸称出来是2克。我中间这小块纸，我拿去称重，就发现它是0.8公克，1公斤。那我知道呢，这张纸本来的面积假设是350平方公分，请问这个面积多少？平方公分。350平方公分。哦。这是什么？20公斤。这有对应关系？有。有对应关系吗？我把这纸折一半。去称重已经剩一半了，我再把纸折成四分之一去称重，已经只有四分之一的重量了。对，你说折哎？折一样吗？折2.8。什么？但是你折会。好，我们把它剪下来，不好意思，剪下来，剪下来。好，吹毛求疵，找我麻烦。好了，这没问题哈。好，一个石头重，石头低怎么量？小石头。要吸附在一起。你干嘛吸附定格？在干嘛？吸附定格。啊，小石头就丢进水里面，但是我们要量好，然后拿个量。要大石头。量好就。告诉你2毫升的意思，就是说每一颗度是2毫升，啊，每一颗度是2毫升，毫升就是 cc 的意思，对。所以我先装好水。再讲一遍。我一直不知道那个 ml 还是 cc。好。cc。ml。cc。都一样。cc 叫做 cubic。丘比特。丘比特。丘比特。centimeter 就是公分的意思 ，cubic 是立方意思，所以 cc 简单点就是立方公分。对，好了，那公升是多少？一公升是1000毫升，1000毫升等于1000个 mL， 这个 m 的意思是1/1000的意思，所以1/1000跟1000就是一嘛，对。1公升是1000毫升，那什么是1公升？1公升就是10公分乘10公分乘10公分的一个立方体。好，那你看10公分10公分10公分，那这体积多少？立方公分。10×10=1000。1000立方公分，所以它是1000 cubic centimeter。对，1000个 cc， 所以 cc 是等于 ml。OK， 没问题吧？一 cc 就是一 ml 的意思哦，哈。接受。对，他们都是体积的单位。接受。好，非常好。所以我拿一个量头，我把石头丢进去，看它深它的高度，我就可以知道它的体积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有什么问题会这样量不到？没办法用这样量，有什么可能性？没办法。三。什么？三 ，OK， 石头太大颗了，丢不进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个石头丢进去就融化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？融化怎么知道？不
龙蛙体积不一定一样啊，真的。好吧。龙蛙的体积跟真的体积不一样。海绵。海绵哦，水会跑进去，也不好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讲。那看它吸水吸多少的。那还要少。也不是啊，也不是啊。其实海绵体积我们不要拿这样量，为什么？因为海绵会渗水。啊，但是渗多少水就比例又不一样，每种海绵又不一样。渗水。就是水会跑进去啊，跑进它体积里面。所以我们对体积的定义上有很多种体积，一种叫真实体积，一种假体积。什么叫假体积？不知道。假体就是体积跟这个中间空气有空隙。比如假设是一杯水，一杯沙子，我量到沙子是250毫升的沙子。主要这是真的，它的体积250毫升，问题是都没有空气，对，我在加水就可以加了空气了，它高度不会跑上来，对不对？表示那是假体积，啊，真体积什么意思？把它压到不能再压。对，表示以前里面没有间隙的，对，里面有空间的，没有间隙的，那真实的体积，那个上没有的。哪里？那个山上没有的。那没有啊。哦，那有两个人呢、啊。有一个桥，然后有两个人。啊、哦。他们在那个水泥建桥那边工作吧。哦。哪里？太松了，我们你要做。好，怎么量测自己的体积？跑到水里。把自己的身高，自己的体重。自己跳进水里面。跳进水里知道吗？跳进水里就知道体积了吗？怎么量测自己的体积？假体积是一个假体积，其实上面里面的空气有空气，像肺就是空的，胃也是空的，胃空。我们这是讲的是一个空。空。啊，是你很难量到自己的真体积，我们量假体积。那量假体积怎么量？就跳进水里面。跳进水里面，然后嘞？然后嘞？然后看。我们说这个方法，不见得真的能执行，但是说这个方法。然后在水里面看，高了多少？我的天。这是没错的方法，这是没错的方法。再讲一遍，刻度增加多少？什么刻度增加多少？旁边呢，用纸的。那个太少了，那个不容易啊。那刻度增加一点点，基本上没有感觉。浴缸的刻度。浴缸可能有刻度，可是浴缸的尺寸是直线的吗？那浴缸是直的吗？慢慢调就好。啊，先知道里面的水。假设我现在，假设我的浴缸长这样子的，我就先把它弄到纸上面。啊，然后我人躺进去了。假设水从这边跑到这边，我可以知道我的高度吗？我的体积吗？我可以知道体积吗？要先算出它的体积。这并不容易哦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好麻烦。假设人躺进去，水跑到这边来了，多了这个高度。可是你知道浴缸是斜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体积有多少？买直的，有卖直的浴缸吗？就找一个箱子就好了。目前没有箱子，我给你个纸箱，你可以试试吗？
没有人支持我。有人点头。好，很好。这是我头一次的。那如果照这样算多久？不是，我们不在乎算多久，但能不能算呢、啊？你有方法算。哦。跟你没有方法算是差很多的。我有方法算，我算很久，那还是算得出来，还是量得出来嘛？对不对？就跟我说从宜兰到台北有多远，可不可以量？可以。不能量跟量很久是两件事哦。你可以量嘛？对不对？我甚至我一步一步量的也可以嘛。什么测量没有误差？你告诉我。什么测量没有误差？他刚讲啊，一步一步量很有误差，那有没有什么测量是没有误差的？全部都误差，是误差可不可以接受而已，对不对？在以前没办法一步一步量，没有办法用量的时候，很简单就哦，那就是三天的距离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三天距离可不可以误差？不会。最好不会有误差啦。石头太小了，大石头啊！
石头可以选择适当大小啊。哦，那改换大，改换石头，然后你堆石头，堆到船就沉到原来的水深度，那开始称石头的重量。啊，石头有些小重量，小重量称不下去，就知道这个大小多重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解决问题是这样，把大问题先分解成小问题，就比较容易解决，对不对？刚刚量的距离很难量，我先算成砖点的数量，也是一个方式。换个方向思考。没错，换个方向思考。那一部车的重量放到船上。好，一部车子，然后没有用秤。用秤还用什么秤？对啊，在学校没有秤啊，这边讲没有秤啊，这边去秤啊。放到去秤，去大秤就可以了。我在车上。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？放身上。车子呢？我穿那个已经学里了。掉水里。在掉水里怎么称？拿筷子。一座山的重量怎么称？我做一个。我们需不需要称一座山的重量？把那个山搬起来。对啊，愚公移山就有搬座山的嘛，哈、哦，那个后来就找天神下来把两座山扛起来，就填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山的重量比较少嘛，月球重量没办法量，月球重量没办法量，把它打下来，把它打下来。可是它有，它要算有地心引力啊，地心引力，月球重量可不可以量？不怎么量地球。地球重量可不可以量？地球重量可不可以量？可以啊，我去。怎么量？我去看过，我拿到那个秤。哦，有啊。秤重量把月球放在中间。你好像说木星好像很重，哎，木星很重，比地球重。啊，但是地球重量怎么称？月球重量怎么称？用估的。用估的怎么估？不知道。估大概多少？大概，按大概怎么估？看起来就不能估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地球重量可以量？可以呀。人类现在知道地球重量？啊？人类现在知道地球重量？大概。大概呀。哎，那个大概还蛮准的，那也蛮准的。但是我们人类量出地球重量，大概距离现在不会超过，应该不会超过100公斤。就100年之内才能量出来，所以人类假设有1万年的历史的话，有前面的9850年都不知道地球重量多少。地球会变质。地球会变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飞出去？太空了，不然那陨石会掉下来。陨石打下来，陨石打下来，有一些东西飞出去，真的，有一些东西飞出去，那陨石会掉下来没有？但是它改变很小，改变很多，改变很多。啊，但是地球质量到底怎么量？你们有听过万有引力吗？有。什么是万有引力？说说看。有。说说看。都会有吸引的力道。啊，牛顿提出的想法说，两个东西只要具有质量，它就吸在一起，就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这跟磁铁有点类似，但是地心引力比万有引力比磁力强很多，比磁力强很多。你现在被地球吸的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没有。啊，那你怎么会飘起来？你怎么不会飞走？我现在没有在地球上面。我在下面，请飞给我看。跳起来就掉下来，跳起来就掉下来。空中高空也知道你有受力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受了力向下被地球吸着，所以这力量大小会跟什么改变？那个水怎么改变？什么东西改变它的力量大小？吸引力大小怎么改变？什么力量大小？是磁力啊，不是磁力啊。我们的质量越大的时候，我们的吸引力越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它就吸引很多东西的。质量越大，就吸引力越大。质量越大，好奇怪的哦。能力越大，质量越大。我们一般怎么说？重量。啊，重量跟质量实际上是有点不太一样。
材，一定有概念，做量是这样子。那做量跟质量很类似，地球表面一定让它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质量，一样的大小。你的质量越大的时候呢，你说地球的吸引力越大。地球质量如果吸引，地球质量如果很大呢，你在地球表面跟月球表面吸引力不一样，因为它们本身质量不一样，好，所以有相关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假设我知道这是相关性什么时候，我可以从我被地球吸的力有多少，我这个推测地球的质量多少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张纸。假设我知道它的质量跟面积的关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张纸有多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面积有多大，是这个意思？嗯。假设我知道这个质量跟质量之间吸引的关系是什么的时候，那我知道你的质量大小，我也知道你的力量大小，我可以知道另外一方面的质量大小。嗯。质量是什么？质量是一个。实际上，实际上你可以先想象它就是重量，重量大小，啊，这个东西有质量，这个东西有质量，它中间是个吸引力，对，互相被吸引的力量，是不是？假设我搞清楚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时候，那我现在知道这个东西被一个力量吸引，我是不是可以猜出这个东西的质量多少？懂意思吗？那为什么不会被吸到太阳上面 ？OK，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是旋转，旋转会抵消那个吸引力，懂意思吗？旋转会抵消吸引力。你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旋转的时候呢，它就掉下来。可是当它快速的在旋转的时候，它就会形成一个。青蛙都在旋转。你们有看过那个什么？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吗？有，它就是有神之风雨，那什么？不知道，大中年代的有啊，会有，就是他们是一个小地球，然后一个人在边一个啊，我知道这个，啊，他设计一个炮，我知道，他就挖一个洞啊，我知道这个，然后如果你打高一点的话，砰，又一个洞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你射击的速度快点的话，那个弹片呢，咻，砰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那如果你的速度快一点的时候，角度好一点的话，它可以这样，我知道了，砰，掉下来，会不会打到自己啊？有可能啊。啊，有看过这个游戏吗？没有。所以速度越快的时候呢，它就得变成一个一直旋转的操作，好，那不会掉下来。啊。比如这游戏怎么发现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会跟我讲的。好，就发这个游戏。好，所以呢？所以那个名字叫……忘记，我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我很久以前玩过软地球。OK， 就是像我被我丢棒球，地球丢棒球，因为掉下来，为什么掉下来？因为被地球吸引。可是你想想，我力量如果更大一点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投得更远？对。我力量很大很大很大呢，就是你开始旋转。所以工程是因为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是人造卫星嘛，人造卫星就是这个意思，我把一个卫星打上去，然后它开始旋转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因为旋转的这个向心力刚好抵消掉它的那个重力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啊，你是吸啊？我懂。你那两个东西的意思是都是吸。那地球不是应该越来越离太阳？也可以是星球跟人啊，不见得是星球。你说什么？不应该要离太阳越来越近吗？不见得离太阳越来越近啊，因为它刚好抵消了，它就没有改变了，它就不会改变了。但是让我们现在地球是有点越来越远，离太阳越来越远，因为它不可能刚刚好一样，所以它会越来越远。那每年可能远的距离就是几公分了。所以说越来越。几公分是上面有你没有改变。你连感觉你都感觉不到太阳。对啊，几公分你没有感觉，就像月球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一万年后就是大概就是几公里而已，离我们多几公里而已。有没有感觉吗？月亮现在距离我们是，应该有好几万公里。开几个月就好几万公里，再多几公里，没有感觉吗？一百。没有什么差别吗？开几个月。好。
所以我刚刚这样解释，听懂意思吗？假设我知道一个质量跟另外质量之间的吸引力关系，这个东西搞清楚了。当我发现这个东西被力量吸引，我是可以猜出这个东西有多大、多重，懂意思吗？就这个原理，这是一个原理概念，大家懂这个概念吗？就跟这张纸一样哈、假设你导出面积跟质量之间的关系，我去量中间的一小块面积，我知道它质量了，我是可以知道它的面积有多少。啊、一样的道理，这是很一样的道理。OK， 好啦，其实我们大致上今天的课快结束了。怎么测量时间？最后一个议题讨论完就是像下面时间，时间怎么量？影子、太阳。太阳影子怎么样？知道测量时间。哦，对，你要先定义问题嘛。这个问题我看不懂，就说，哎，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啊？什么？你要测量什么时间？啊，这样先有两个意思哦。第一个意思说，计时开始，停，这东西间隔多少？啊，另外这样子说，现在到底几点？看对，就两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一个看码表，看太阳。啊，一个是看太阳，看太阳可以知道说现在几点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方法，好、啊，就跟看手表一样意思。那一个想知道时间间隔怎么样？看太阳对你移动多少 ？OK， 看它也移动间隔多少？计时器。好，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假设啊，假设有一天，有一天我们的太阳不会移动？啊，好可惜哦。为什么？太阳居然会移动？会啊。现在都在移动啊。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太阳会移动，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啊。啊，那我的意思是，假设有一天地球不自转。啊，实际上不是不自转，是它永远有一面朝地球，来朝太阳，所以我们永远看到太阳，对不对？永远看到太阳在天空。那就有自转吗？就不，有自转，就一年自转一次。了，对，对，刚刚好。对啊，那你可以知道时间吗？到太阳那边，哦，你知道多久？你永远看到太阳都在那边的时候，永远都看到太阳在那边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现在时间吗？那计时器，它计时器怎么做？就以前已经做好了。假设你是以前的人，你怎么做计时器？打节拍。打节拍 ，OK， 打节拍这个方法没有错。打节拍这个方法，你会量心跳还是节拍啊？所以，好，我请那个巨楼家帮我倒杯水。那我估计他上来的时间有多少？我不会上来。我等一下要吃。就不会上来，就发现他在我心跳跳动了320下的时候，他上来了。我是不是估计一个时间？那我叫大东去倒杯水，就大东上来是385下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大东所花的时间比巨人所花的时间长一点点？你太紧张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叫大东去倒水的时候开始紧张，我怕大东把我的水壶给打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就紧张，心跳不下去，所以不一定。所以计时器有个前提是什么？要稳定。好，这稳定，这稳定的现象跟我们之前在量测。长度的时候，有个东西很相关是什么？对哦，不是豆腐超。稳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有一个已经知道的那个单位，对，是单位，而且是固定的单位。在计时器的意思就是说稳定的时间间隔，在距离来讲的话，就是要个固定的长度大小当那个单位才可以量测，才可以测量的东西。好，这都是我们需要的标准。OK， 谢谢老师。怎么了？明天还是我上课了，不要睁那么大眼睛。明天还要上课，那回去把第一章给看完。OK， 第一章看完，然后我刚刚交代个作业是什么？脚掌大小，脚掌面积大小怎么量 ？OK， 脚掌的面积大小怎么量？脚掌够用尺量吗？哇，太好，请你量给我，告诉你面积，告诉你脚掌面积多少？面积哦，面积，500，然后500，对啊，那什么盒子，把脚踩在盒子上面，然后，你知道？我没有跟他答案对的哦，先回去想自己的答案，写下来 ，write it down， 然后把垃圾带走，这个是谁的垃圾？是我的，家伙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家伙是我的，干嘛？